基本的办法做得不好。如果你在海底捞，你在海底捞，那几年财富太多了。听说很好。他只有问大故事，对，问到还没打到，就是，我问的话不行，就你在海底捞。你感应到？那他离得太近了，那个平凉海关没回回的没？等等，等等。你起码要六公分。你是挂了挂了六八多分吗？你说那个间隙要六五公分？哦。